你要不开，我使劲砸门啊！吵到我奶奶，我可不管。一、二。 吃点哈，好，谢谢宁毅。多吃点。我不爱吃猪肠。嗯，这我做，我爱吃，这我来。东东好意思你夹菜。我给大家宣布一个正事儿。你什么时候有正事？我已经跟剧组签约了，马上就要去拍戏了啊。 个监护人签字嘛，我就找了表奶奶家的七婶的妹妹的大姨给我做的担保。表奶奶、七婶家妹妹的大姨得多大岁数了？你说这亲亲爸爸怎么不认识？行了，别在这给我胡诌八扯了。等等啊！哎，牛一，牛一，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。牛一，再教训我。 你看这纱布包多好，以后都不用去医院了。拿着，这干嘛呀？滚啊！啊，滚鼻子，鼻子都肿了。啊，哼，吓我一跳。去什么医院啊？你就应该找菩萨烧烧香，然后拜拜佛，请他们保佑你不要再受伤了。三番五次受伤的都是。 滚多久啊？一直滚。爸，我就今天好好教训教训你啊！说出走就出走，说离家就离家，你今天还……我不敢！你给我下来！你给我下来！爸，哎，说服教育，说服教育啊！马大达，语文41，英语43。 数学39，物理41，你们要是不怕得心脏病，我可以继续念下去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丢死人了！你说都考成这样子，我们怎么在这个巷子里做人呢？还坐着吗人啊？做人太累了，我才不要做人呢！如果再让我去选择，我要做一个原子弹，不用学习，不用工作，整天只要躺着吃喝玩乐，只要想一个问题：我到底是炸还是不炸？ 你别等吓北子，有本事你现在就炸！我让你炸！爸，你们醒醒吧！就他这个成绩，你们还幻想他能考上大学？那不是你们天真就是朝生半天真了。他要是想要演戏，就让他去演嘛。姐，他自己选的路，他跪着也要走完，是吧？妈，就让我试试吧。 你去试，我同意。你去试，你要是不行，你回来你就跟我好好学习，听见没有？好。
你没事不知道看看大众电影啊，你得到了就不知道珍惜了是不是？我这兴奋。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当明星吗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姐，姐，姐，哎呀，你干嘛？你好好说。哦，姐，其实我就想试试。 我成绩是比不上你了，我也想试试别的路子，万一要是成功了呢？姐，知道你很优秀，我也想试着找找自己的优点，所以我特别珍惜这次机会。哟，达达，嗯，对不起，姐之前都没有好好了解你的想法。没事儿。 都是一家人嘛，其实我也知道爸爸妈妈也是为了我好，担心我。但有时候吧，一着急，话赶话就吵上了。哎呦，你还知道啊？哦，嗯，我还以为你这个混世大魔王什么都知道呢。面对家人或朋友的不理解时，我们总是因为害羞或者害怕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。 每当争执时，他们越追问，我们就会把他藏到更深的地方。而这个时候，解决他的唯一办法就是收起棱角，坦诚地面对彼此，以真心对待真心。欧奶奶，你的报纸。小健。欧奶奶。 你借我玩玩？不会玩吧？我之前在学校试过。行吧，这个是快门啊。知道了，知道。你不是要高考了吗？还玩什么相机啊？哎呀，小建哥，我不是在打羽毛球吗？过两天体验一考试，就八九不离十了。行吧，嗯，来，吃完吧。谢谢小建哥，别弄坏了。啊，你放心吧，你吃完吧。 你看着点女儿，别让她喝凉水。还有爸，关节不好，别让她太累了。哎，到那个地方先找个地方坐着。哦，知道了。拿热水烫了啊，拿烫的东西的时候，手底下一定得垫个东西。行了行了，媳妇儿，你把刀给挽上了，我都背下来了，我知道。哎呀，爸，快点啊！我知道了。你自己要多注意安全哈。把这忘了啊。 该了，马叔，达达，达达，你干嘛去？我拍戏去。哎，拍什么照？拍戏去，是这儿吧？对，咱那不是老来吗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老白，小达，赶紧上车了，别聊了，快点出发了，还聊着，快快快快快，抓紧跟上啊，跟上。 坐我这，坐我这。来，快快快快，抓紧，快上啊，跟上！坐我这，坐我这。来，快快，快上来！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今天一天的戏呢。
哎，老马啊，你就别跟着了，制片厂有规定，不让跟家属。我闺女从来没一个人出过门啊，我不说话，我就在后面待着。哎，没事儿，你把你闺女交给我，我保证毫发无伤的给你送回来。规定啊，规定。哎，快点吧，老白。爸，饭拿着，上哪饭呢？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喝水，这杯子啊，这个拿着，注意安全啊。 小心脑袋！那也不能把我爸一个人丢着吧？没事儿，你爸这么大人了，他肯定能照顾好自己。再说你早晚都要独立的嘛。哎，你担心他，你还不如好好想想今天的戏怎么拍，好不好？尹东，尹东，干什么呀？ 哎，别！这是干什么呀？拍照啊！洗出来给我啊！没胶卷，没胶卷，你想我干什么？胶卷多贵啊！这玩意儿挺好的，比赛得了第二名，叔叔阿姨给你买的奖励啊！这是小健哥借我玩的，走了走了，小保家庆祝一下！哇，小保家我就不去了吧。今天是我荣誉归来的第一餐，你必须得在。 再说了，就中午这一顿饭，下午你该付钱付钱你的，走走。哎，不过你这招也挺狠的，你赢了比赛，让小宝替你请客，他也应该请一顿。<笑><笑>看看明天通告，好啊！导演，嗯，我今天还行吗？嗯，还算及格，继续努力啊！小小，这上面这一线需要背吗？全背了，没坏处。全背了？吃饭了。 吃个火锅还那么认真啊，至不至于啊。嗯，我们现在是争分夺秒的时刻，不像你体育院等着呢。话是这么说，没错。哎，吃好喝好才能学好快。快快快！你们家饮料放哪儿了？东西是我妈旅游前准备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你瞧，累着了啊。这上面这些都要背吗？全背了，没坏处。哎，我们吃饭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要不要把小健哥叫来？好啊。 小健哥，小健哥，小健哥呢？楼上呢？小健哥，哎，哎呦，你头怎么了？啊，小伤。你这怎么了？我这没事，你比较严重。没事，他没什么事是特别严重。东东，哎，你找我干嘛？ 我们在小保家打边炉庆祝孙荀取得好成绩，想邀请你一起来。哦，几个人啊？都在。几点了？几点了？那个，我没在修理厂，不还有事情吗？啊？小健哥的意思是你们有事儿。小健哥，你有事儿啊？ 哎，你忘了？哎，
不好意思啊，你跟算算说一声，恭喜他。啊，好，磨蹭什么，快点啊！啊，快，先走了啊！哎。奶奶，我走了。今天中午邀请大家过来吃大餐啊，让大家能在百忙的高考学习生活当中啊，放松放松，还可以吧？你这也太怂，你不是要打赢最后一场比赛才有保送的资格吗？那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吗？我们老师说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回来了，陆总。哇，小健哥呢？小健哥说他有事儿来不了了，他最近挺忙的啊。那人齐了，我们就开始吃吧。好。等会儿。没啦。大哥，你这又没有胶卷，你这有意思吗？感受一下，是吧？哎，等一下，你就夹着这个玉米，小小，你也夹一个，来，夹一个。干什么？这样拍比较有感觉。好吃。哎，等会儿。你们两个端着杯子，快，先端着杯，碰一下，碰一下，碰一下，碰你个大头鬼！我忍够了，真当自己是美食摄影师啊？大家都饿坏了，小伙伴们，开动！好，好嘞。你知不知道，美食当前，你这不让人吃就叫做慢性杀人，懂不懂？懂不懂啊？行了，小小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让我们聊。吃了吗？哎，刘姐，听说你们这打网当演员了？啊，当演员了，演的小角色，小公主。都演公主了，还小角色？你就是前世你。哎，老杨。哎，刘姐啊，以后要当大明星了。当什么大明星啊？奶奶。受伤了就不能安静地待在家里养伤了。奶奶，我这是有事情才出去的，我这不回来了。那就好，你现在就需要安静地待在家里养伤，知道吗？要是再像你爸那样，我……奶奶，好，好，好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奶奶现在年岁大了，最大的希望就是你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，不要整日的让奶奶担惊受怕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奶奶，我让你担心吗？好了，别生气了。
吃吧，别等了，再等会儿吧，可能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行，那我去拿个罩子。那我帮你一起。不用了，要不然你回屋里先去复习。下车了，下车了啊！哎呀，东西别忘了。好，下车，下车。都别带东西啊！东西拿齐了啊！哎，达达，困死我！怎么样，还吃得香吗？当然可以。行，哈，给，这药酒，回去啊，把你那淤的地方擦一擦。谢老板。跟我你还客气。哎，对了，我过几天呢，有个活缺个人，你这几天不是没戏吗？你看看你那边，你只要告诉我时间地点，我一定准时的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啊。哼，那行吧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再见。老白，再见。再见。下班了，嗯，都不让您别等了，不等了行吗？万一丢了怎么办？我都这么大人了，没事的。脸怎么了这是？啊？帮我看看。没事，拍戏化了妆。那回去好好洗洗啊，走，回家。回家。哎哎，就是。成这样了，没事哈。你瞧你身上这伤，你瞧瞧这儿。达达，咱们不去了吧？啊，妈看着都心疼。嗯，妈，我答应了就不能反悔，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。妈，人家是签了合约的，这要是不去就是违约，是要赔钱的。去给老二准备一下明天用的东西啊。妈，老白说明天就帮忙拍个广告，不用收拾了。你一会儿吃完赶紧去洗澡，给你烧了四桶水，够你洗的。谢谢爹。来，爸，快吃吧。好。你说你拍戏就拍戏，干嘛把自己弄一身伤啊？凡事都有第一次，我这还不是在学习中吗？学习就要把自己弄一身伤，你这还打算把委屈都往自己肚子里咽？是我把演戏想得太简单了。你跟姐说实话，经过这一天，你还想继续吗？嗯，我还想试试。人都到齐了，我就开始念遗嘱了。我的大孙子，我名下的两台永久自行车都留给你。我的大孙女，我的梅花牌手表和熊猫电视机都是你的。爷爷，我可爱的小孙子，我的房子和名下的十亩地
都归你了。爷爷，我不想要啊，爷爷。还有我的小孙女，我的黄豆猪脚肉汤底留给你了。老马家黄豆猪脚汤，滴滴香浓，意犹未尽。阿卡，你今天演的太棒，那表情没说的啊！嘿嘿，来，拿着劳务费。谢老白。谢什么？应该你得的啊！躺下。没病，我躺什么躺？咱出院吧，媳妇儿。我身体一点事儿都没有，我给你拿个大顶给你看。别闹了，人家这是医院，快快快！哎呀，躺下躺下。哎呀，媳妇儿，我是真没事儿。行了，别闹了，活不了半天，我给你劈个叉让你看看啊。哎，媳妇儿，我不行了，哎呀。没事儿。哎，这回真不行了，扶一把。哎，爸。哎，我扶一把。你别乱动啊！哎呀，劝劝你，让我出院吧，我没事儿，人大夫都说我没事儿。我们没说你没事儿，现在是在等检查结果出来。你要是真没毛病，能突然就晕倒吗？行，那就等结果啊。哎，大夫，我闺女两个都是。这是大的，这是小的，我们这小的拍电影的，怎么样？长得有鼻子有眼吧？啊，给大伙说说你怎么拍电影的？这鼻子没眼，没看着，你说说骂什么呢？病人的这根血管比正常人的要细，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这个供血能力会越来越不足。还有就是，他的这个各项指标都已经临界了。这个没法治。医生，这是不治之症啊！妈，啊，我说没法治是说这是先天的，平时只要控制好，不激动不劳累，基本上不会发作。啊，医生，那我爸现在是不是可以出院回家了？嗯，还是要再住院观察几天。你们记住，一定要提醒他，不要激动，不要劳累，要不然的话还会晕倒。飞哥，上次的事情谢谢你啊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小伤而已。没用的话我不说了，记着，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飞哥，你别跟我客气。出来混一定要客气。一点心意不成敬意，务必收下。飞哥，这我受不起。不耽误你养伤了，咱们回见。谢谢飞哥。哇，这么多 BP 机啊，咋没一天换一个也用不完？这是拿去给你卖的。卖？飞哥是文化人，送钱多俗啊！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，懂吗？送人以驴，不如送什么驴？送你这头驴。把箱子藏好。哎，不让奶奶看到了。啊，嗯。你干什么去？打鱼。打鱼来了。怎么受伤了？家常便饭嘛。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？
别怪我没提醒你。你们要抓就赶紧抓，我现在都快变成阿飞身边的老二了。再这样下去，等阿飞一挂，我真变成老大怎么办？我可不想当什么老大。人啊，面具戴久了，这个面具就长他脸上了。我只想过普通的生活。你放心，我已经跟上级申请了。谢谢李叔。对了，他们给我一箱 BP 机，你说我卖还是不卖？卖。真卖啊？真卖啊，总有愿者上钩的吧。到时候我们再看看哪些是大鱼。嗯，好。哎，小健，我想问你，你这一次这么激进的去接近阿飞，是不是也因为时机一到，我就马上通知你？但我确实想尽早结束这一切。我跟他有约定，我不能失约。今天是我们高考倒计时30天的重要时刻，非常时刻。各科的三模成绩也都出来了，所以学校本着让大家提高学习效率的大方针，决定从今天开始让大家回家自习一周。安静安静，是让你们自习，不是放风。你们要充分地利用这周的时间，根据自己的摸底考试，针对性地查缺补漏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们要向我们班的班长马小小同学学习，他虽然拿到了北大的保送资格，可他对自己从来没有放松过。让我们再次恭喜马小小同学。小小，你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，你爸爸的事也别太焦虑了，关键还是在于保养。这两天我抽空去看看他。谢谢老师，我爸今天就能出院了。是吗？嗯，那再好不过了。我看你最近都瘦了，好在北大的保送资格也都定下了。是啊，那老师，我去给王老师送试卷了。去吧。哎，小小，我帮你拿吧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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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拿两个，你拿一个。行吧。对了，我呢也要去北京上大学。可以啊，有目标值得鼓励。嗯，那可不吗，有个榜样天天在我旁边，我妈天天说你得向小小学习，得向小小看齐，你看小小多棒啊。我是你榜样啊？嗯，那我这个使命还挺重。那你再重也没有我的体重重。哎，对了，嗯，我妈说最近我胖了，我能不能去你们家蹭饭呀？啊，你胖了跟去我们家蹭饭有什么关系？最近不是你做饭吗？嗯，那就对了嘛，毕竟你做的饭呀，吃了第一口就不想吃第二口。你等等，你给我站住！绿荫的小巷，旧日球场，一样的背影被夕阳拉长，错过的渴望风中睡着，是我不安花火的年少。绿荫的小巷，你那扇窗，转角的头望你身上的光，追逐的追逐总是不能抵达，简单的一句放下。后悔是你接着的一句叹息，
很想将过去的留在角落，朦胧中无言脆弱，徘徊有微光闪烁。就让那些不安分的角落留下我偶尔脆弱时光欲望的痕迹。